我觉得古筝这个乐器它的特别之处首先在于它的以韵补声的这个东西，它的韵味我觉得是非常特别的。为什么古筝这么长，然后通常大家只看到演奏的人只会在右边演奏，那它左边剩下那么长的一段是用来干什么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古筝的一个气韵所在，就是它会用左手去做韵，去把你右手弹出来的每个音每根弦去做更加的补充。